选择对职员后，即会自动前往选择运动种类页面，依序选择运动种类、科目及项目。竞赛项目分为个人及队伍，队伍可再分为组合或团体，依据项目顺序分别对应个人及队伍。对应个人，选择性别、年龄后，输入选手的电子邮件及姓名，点击新增。对应队伍，选择性别、年龄后。组合可选择创立组合或加入组合。选择创立组合，系统会自动产生组合代号，并得输入组合介绍。选择组合类别，公开或私人，若为私人则需输入组合密码，点击储存。若为队伍管理者，可以操作解散组合、移交管理者及送出锁定。选择加入组合，系统会自动罗列该年龄组之组合，或于组合代号栏位输入后点击搜寻，选择加入。若为私人组合，则需输入组合密码，点击加入。二、团体可选择创立团体或加入团体。选择创立团体，系统会自动产生团体代号，需输入团体名称，并得输入团体介绍。选择团体类别，公开或私人，若为私人则需输入组合密码，点击储存。若为队伍管理者，可以操作解散团体、移交管理者及送出锁定。选择加入团体，系统会自动罗列该年龄组织团体，或于团体代号栏位输入后点击搜寻，选择加入。若为私人团体，则需输入团体密码，点击加入。